到我们政府持续支持高科技发展的决心。光电产业现在很凄惨，它的长期水源就不确定。国科会就有下达指示，暂停施工。隔天刚伊嘛是下装个走啊。安是咪甲小偷赶快。黑金小队，一抛千里。今天晚上10点，公视13频道《我们的岛》为您播出《中科四期变奏曲》。